大家好，我是田园，今天要用茄子来做一道菜。今天呢，我们家买了一个这么大的茄子，现在让樵夫来给我们做一个茄子煎饼，特别的简单，可以做早餐，也可以做点心。师傅，瞧你的了。瞧好吧，您嘞。再让它放5到10分钟，然后来调粉啊。它一会儿会出水，表面哈。会的。一半生粉，一半面粉。把它们搅拌。就茄子表面有水，这样附着很好。对，它会把粉粘的。开始的时候油不要太多，会被它一下子吸光的。中偏小火煎，翻面之前在面上再加点油。这样煎到两面酥脆为止。现在还是酥酥的，太棒了。这边也要不要来点辣椒酱？不要，我就一面就够了，脆脆的，这好好吃。表面好脆啊，外面里面是嫩的，就是一会儿它会变软了，但是它那个味道真的还是很香。哇，你也来先尝两个嘛，我帮你弄两个。好，你帮我弄一下，马上就来啊。那个你先来尝两个。因为这个我这样会吃好多茄子，我明天再去买这个茄子。我昨天看那个才9.9毛呢，一半。谢谢。来，这个来，非常非常好吃。趁热好吃。就有点像天妇罗，但是它不是炸的。师傅啊，我今天冒充一位大厨。那个味道都呈现瓜的清甜。